练对我的意义来说，是一个让我在跑马拉松可以一直维系的之间的一个，应该可以说它是一个感情，就是你要有跟它共存，你才会知道马拉松里面这个过程、这个经历有很多的酸甜苦辣。那你说有对跟不对吗？都没有，就是决定在自己，然后再回到跑步上面的时候，用更好的心情来去舒压。对，休赛季的过程，你没办法执行太多的量，然后跟强度，所以你只能维持，就是把你的肌力跟你之前一直在比赛季不能做的更扎实的东西，在这时候把它做提升。在比斯塔穿上之后，我会觉得你的脚可以跟着这个鞋垫，它会帮助你稳定在，你很想踩到海绵上，但是又不会让你不稳，然后所以跑在这种公路上啊、马路上，我觉得是很舒缓，而且它很吸震。然后是跑12到16啊，甚至半马，我觉得距离甚至可以达到30公里，我觉得穿 Vista 这双鞋都是可以很足够适用。我觉得这双鞋是为大家很适合，就是推荐的鞋款。